重新开机哦。进到什么地方啊？要去哪里才能离开？最终 BOSS， 哈哈哈哈！想离开？你能打赢我吗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是谁啊？我就是这个游戏的最终 BOSS。沙老师吗？最终 BOSS， 对的，作为一个游戏，有最终 BOSS 很合情合理。连导演来，虽然证明你不是个厉害的玩家，你能打到这里来，虽然证明不了你是个厉害的玩家，不过你一定是个老玩家。新时代年轻人的耐心与技术是不可能见到我的，因为现在的游戏实在太简单了，只要花时间就一定能通关。但以前的游戏却不一样，指引很少，而且难度也高。恭喜你来到这里，不过你能答应我再说吧。如果你输的话，那你重新看一次刚刚的剧情，哈哈哈，这就是老游戏。哦，只有防护罩。在这里吗？好。霰弹枪比较好。可恶！死！大言不惭，超不吉利。你的脸哎！第二形态吧，他转的样子好猎奇哦。错吗？竟然还是有真正的实力！哦，放马过来！
Thank you.
Woo!